全城人知。人生路苦茫了解，心地难舍，有命难定。坎坷人生路，犹原爱行。大皇子，我做任何代志都必须要将规矩来。恁心情不好，啉假酒，大婚人家规规矩矩。在灵魂的空中，我拢排到真真切切，真真切切啊！大主，都是因为你温文儒雅，心地善良，你已经得到满朝文武对你的尊敬和爱戴，也得到皇上和皇后娘娘对你的疼爱。错！错！要害我，对我这边来，是福公李亚康被教书，好提供一位人人拢有机会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要要做你这么听话，我只要做要阿姐我家己。我应该要清楚，我要得到的权利。都因为安尼，你甘愿让别人利用？只要是对我有利的，我拢愿意去做，包括让四弟挂上恩无尊己的罪名。重要的是，我走不了通天教，伫个京城的秘密基地，我嘛了了，四弟应该爱了通天教教主赵君海，为了一点仔小小的功劳，你敢要牺牲四弟？我现在跟你讲啊，父王一定会救赎我。大帝，你敢在哪里讲啊？主爷，你敢知影我想问你什么？就是你的主爷，因为你无受我所受的一切，因为你的主爷害我白做老你的。你敢袂记？伊讲你随往去你府内所讲的代志，你讲这法统提君之位应该是由你来做，爱阮大家卖阁烧钱啊！洪兄，这话你也讲我出嘴，我听起来想要吐，你知影无？我愿问我家己，
较早干活的。我若较早干活，这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不会的。无你敢没等到你的出现，我早就已经知道太祖殿下。王主，回头是岸，你想法真是太偏激了。可是我一向拢真敬重你，我嘛知影你今日来容易，还阁无伊成就，我无法度解口，我无可能让父皇从此地放出来，反倒过来给我一个欺君罔上、陷害兄弟之罪。我嘛奉劝你，从今仔日开始，这是阮兄弟之间的代志。欺君之罪，你不过是一个外人，最好是莫插手。从今仔日开始，我要做我自己爱做的代志。我要为了自己立我，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指标。为自己活下来，保唔到，为自己活下去。我是公主，你是江湖人士，我跟你无同款。自我捌世事以来，我拢是为父王在活。父王叫我往东，我唔敢往西。为家己活落来，我连想都唔捌想过。你我一直是对立的立场，见面唔是歹面相看，就是动手。前一阵啊，你杀死阮阿兄，而且佫拼性命对上我。今仔日怪你讲一个所在。我听你讲完了，我才发现到，其实你嘛真可怜。赵公爱，我杀死阿爷，那是因为伊毒啊。我一个所在，我不得不安尼做。我对付你，那是因为你是通天教的教主，所以你若想要报仇，我随时等你。在了这，这个时阵，你我同款是天涯沦落人，什么时阵去人斩头也阁唔知，报仇，哼，耍啥物啊？赵文海，我有你机会，是你家己放弃的咯。也毋过，还有另外一件代志，我无想要放弃。是啥物代志？有人来，等你接过。参见大大王子，国师。免礼。是。国师，最后呀。是王子。师弟，我带一挂好食物件来给你吃。最后呀，国师，真正多谢你来看我。是王子，你唔当在讲。佩文无及时挂到位，害你中计，我感觉非常愧疚。可是，这边也当怪你，那是要怪，应该要怪主标红爷。红爷，伊受过阴天，是伊设计陷害我。师弟，你也莫责怪大弟啊。今仔我告诉伊找伊，其实伊心内足痛苦的。其实我嘛愿意相信。这主表红娘，伊无意思要搞害死，啊！不过有人落井下石，想要借父王甲主表红娘的手来搞我害死。宋总，你当然想想好。我说，请问这主表红娘最后是不是还未向父王实话实讲？扫扫去。就从刘主彪洪爷伊讲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苏王主，大皇子伊无讲实话，我的确是时机还未到。
有可能是撇阮努力无够。但过不管安怎，微臣甲大刀皇子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国师，多谢你。赵君海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讲，朱飘伪造通天教的凶手隐形？主爷，你是凭什么给插兵阿叔？你台西我那遐冤仇，我也不跟你算不清楚，我想要袂跟你讲。赵君海，我真是无机会向你解释，这只是一个误会啊。当初是阮阿娘嘛，就是天罗地图是真的，但不想袂到过了这么久，天罗地形已改变啊。何况，阮阿娘即摆已过身啊，敢讲你无法度原谅伊，要继续报仇？都准讲无要报仇，你我嘛无啥物通好讲。唔对，你有义务必须甲我讲。义务？你真正是小甲真厉害，我有啥物义务爱甲你讲？主帝，吾王收回你的兵权，那呢？通天教都唔是你管的是无？至少今嘛，唔是我提管。赵君海，你听我详细。我讲你有义务甲我讲，是因为凡是通天教的地主，拢应该效忠天地相尊，敢毋是咧？是又该安怎？通天神教，万众一心，天生万物，地用万灵。日转阴阳，月定乾坤，天地合一，四海通天。你是？即摆你应该知影我是虾米人啊？原来是地主教，无唔对，你起来。谢地主。赵君海，那你即摆你会当甲我讲昨暗的情形吼？地主遵命。这些地主拢在我的身躯边真久，尤其是赵君海，想要跟我见面，恁大家有我紧张。我非常的感激，我绝对袂让你白死。你应该有感受着，想要创啥？我要为兄弟报仇。你要为你的兄弟报仇，应该是朱飘。也不过陷害因的算是你。饭会当加食，话是唔通乌白讲。你凭什么讲我陷害伊？你莫打地气啊！赵君海拢讲，是天尊召集因来，结果天尊根本无来，来算是官兵。这分明就天尊出卖家己的兄弟啊！
那你应该去找天尊，不是来找我这个李公子自首。我再讲，你有什么证据会当证明天尊出卖你的兄弟？你是不是有两种身份？我相信你家己心内真清楚。你家己较保重的，本尊袂让你困外伤久。安怎？想要拍？来啊！本皇叔真是唔惊你的。现在教书已经无路用，要让你得到地位，现在只能剩唯一的一条路通行。请问阿虎，这唯一的一条路是倒一条路？杀！将祖宗在你面头前的三个皇子拢总除掉，安尼你才会当成为唯一的皇位继承者，也才会当确定你天君的地位。杀！非常好，那呢我就先抬死朱伟。错，我唔是爱你亲自去抬人，抬人的方法我真多，亲自动手是万不得已，也是上公的办法。阿虎，你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要讲借刀杀人嘛？借刀杀人也只是抬人的方法之一。一旦在看，你只要好我跟我配合。我会替你除掉你面头前的三个皇子，到迄个时阵，咱就用专心来对付你上大的阻碍。上大的阻碍？阿虎敢是讲我的父皇？无唔对，都是朱元璋。天君讲安怎讲，我是虚伪。那朱元璋会当活一天，一切都有可能改变。只有将伊除掉，伊才会将真正成为掌握天下的大明天子。你敢知你即摆在讲啥？你是咧甲做人好事的人，计划如何害死家己亲生阿弟呢？错，伊毋是你的亲生阿弟。伊细汉的时阵，伊感觉疼痛过你；伊大汉了后，伊感觉关心过你。只是挡在你的面头前，阻挡你成为大明天子的上大的阻碍。这个我介意。上大的阻碍，朱元璋确实是我上大的阻碍，所以一定要将伊除掉。是阿虎，那你头一步咱应该安怎做？头一步，咱先对付老皮温，然后用老皮温来逼阿秀。主动献出伊的留奖点餐，配合我的布告。娘娘，您得啦。娘娘，娘娘，啊！你是想什么？来想我这不行？你是不是想锁唔住？秋桂，你敢知影？我去天路求爹哩，也毋过爹哩唔肯带我走，是为虾米？这秋桂唔知影嘞。小娘娘，你慢慢想过头伤心嘛？我唔是伤心，我是欢喜。欢喜？这几十几年来。我从来都唔爱像今仔个，遐尼啊欢喜过。娘娘，秋葵，你有没有烦恼？我是真正就欢喜。娘娘，秋葵真正无法度让我理解，宋水都唔甲你转来啊，你想怎个欢喜？因为我的爹
伊竟然会惊我受着伊的连累。我的爹哋竟然会为我失笑，你讲我敢会当无欢喜？秋姑，你敢知影？当爹哩，伊甲我讲，谁若敢若我会用个替伊失笑，伊就袂用个替我想的时阵，我的心肝内有偌尼啊欢喜，有偌尼啊感动。这二十几年来，我所受的痛苦，总算是无白费。娘娘，那咧机会真正是替恁欢喜，嘛爱恭喜哩。虽然讲苏公子无亲自叫你写安尼啊，也毋过你已经得回这个后生啊。也毋过，我会带你去嘛，还阁予朱元璋怪伫个天路内底。娘娘，这点你说你放心，欧阳伊伫朝中有一定分量伫个，一定有法度解救着苏公子。即卖咱上较重要，就是赶紧替相爷恢复武功。欧阳公，若是要引开国兵，顾立刘辟温，上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方角氏的马大凯伊出代志。也毋过，马大凯伫方角氏内，有十八罗汉咧固守，伫保护伊，伊根本就是安如泰山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？才会当让马大凯伊出代志？娘娘，敢会是你用分身去方角氏去犯了十八罗汉？你讲了无对，疑心犯也是灵体，自然引起十八罗汉献身保护马大卡。也毋过，若是伊犯体入世，就袂有这个问题。小鬼，你真正是一语惊死梦中人，我即嘛。就用凡体进入凤阁寺。慢些，娘娘，安尼做唔好啦。假使你若真正去凤阁寺，啊，万一皇上若是来进安宫，要安怎？对，这点也袂用个无。所以娘娘，这一切都要秋桂来去做。好，你着去凤阁寺一趟。也毋过你千万爱记嘞，去到凤阁寺，莫甲人正面起冲突。只要制造混乱就用。马大卡若出代志，高斌伊就会烦恼，自然伊就会赶返去凤阁寺。娘娘，这点你做得放心，请你我一天的时间。娘娘，等待我的好消息。创啥啦？你唔得紧，甲这文天不罪哦，挂断去。你唔知影，因叔兄哦，伊今个要起痟啊。柯秘书，讲阿秀的消息。这波到底要安怎？阿秀，叔兄就担心你，你知无？悠悠，这里哦。嘿，哎，哈哈哈哈！啊，悠悠，悠悠，失恋了，我靠！老火啊，我去关伊那个房间加油啊。这里，阿秀啊，你是来做体贴的。阮桑尼无反对娶你，
我嘛就希望你会当来做我的媳妇。我看安尼啦，我找一个时间哦，去甲洪祥讲，甲恁两个代志哦，紧办办嘞，吼。妞妞，先卖讲遮啦，我去提包，甲你扛水包起啊。兄呀，好好好。哎，老公叔，哎，老公叔，来来来来，进进进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看到阿秀啊啦，阿秀啊，我有代志要甲谢文娘娘讲。啊，是。阿秀在谢惠娘娘的房间内面，还佫有吴伟勇。安怎？阿怎样看到阿秀啊？你会当放心吗？哈？嘿嘿嘿，我即摆总算较安心嘛。叶秋是安怎？哪会这么无小心？来来，我看嘛。唔免啦，阿秀已经甲我膏药啊膏好啊。阿秀替你膏药啊？对啊，阿秀这个姑娘哦，实在是足体贴的啦。啊，好佳哉！即阵仔有伊，我才无遐尔无聊。秀雅，你是在看啥？无啊，来来来，继续讲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宋林若真实是喜欢这阿秀吼，我看我找一个时间来去甲洪祥讲，请洪祥赐婚，安尼哦，我嘛会当较早抱孙的。哎呦，尚雅，你是有听到我在讲话无啦？你讲啥？吼，我就知哦。大概我讲话哦，你根本就无在听。阿秀阿秀较好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你介意阿秀啦。无你归去收伊做客查某囝，唔就好啊？啥物客查某囝？我是爱送你出来，等来做新妇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别个做拢有在你啦。无咱即马出来行行咧吼。出去外口创啥啦？你毋是要撇嫌弃？啊，即嘛是日时，我伫你个房间，若是互下骹手人看到嘛无好，无咱出来行行啊，出来，来出来。啊，不过我的手。啊好，啊咱出来，我替你暖暖的啊。哎呦，你头壳歹去哦，你是要去外口乱互别人看啊？笑。对对对，好啦，你我卖乱就卖乱哈，啊乱就卖乱，来来来来，啊出来哈。我问你，你寄来一条破链要倒位来？哎呦，你雄雄变一个面，是要甲我惊死哦？先莫问遐多，回答我的话。迄条破链就阿秀的啊。阿秀破链哪伫你个房间？骨日虾米歹看就甲摕落来啊。这条破链阿想遐尼久？哪会差啦？我伫想代志。啊，什么代志？我一直怀疑阿秀是刘品文的命，你哪会放心让阿秀来恁家冒险？除非，除非啥？除非伊有万全的准备。万全的准备？啊，你是讲？集团啊，孟心罗，白玉。哎呦，我是伫问你呢，你遐细细念念是到底究竟要创啥？敢讲关键就伫迄条破链。你是有要回答我问你的问题无啊？啊，若无吼，我要来走啊啦！哎，等，你先去提一条破链来给我。好，你要创啥？你这个人，人若挂了好好，你谁来给人摕落来？我是为伊好呢，那条破链是歹到要死啊！你干嘛歹看？人是无得讲。好啦，去提来给我，我替你提去行囊。啊，乖啦乖啦，去提啦去提啦。好啦好啦。是我的看，嗯，啊那安尼，安尼喊来喊去啊，啊，敢是有人把这个文件笔碎哦，替恁动啊，是不是阿秀啊？二公主，阿秀小姐来啊。二公主。
你找阿秀有代志啊？阿秀，阿秀，把宝宝做的目睭。李宏柱，你是去倒位啊？我哪叫你久才回来？阿秀足想你的呢。我们去想你。阿秀，这条破链我是愈看愈好看，所以我甲小云娘娘讲，你该爱行李。李宏柱，你是不是方便替阿秀姑娘挂起？嗯，没问题啊。阿秀，你看这条破链这么水，来，我替你挂起，哈。嗯。我是毋捌替个查某囡仔挂过破链哦，所以脚手较慢，哈。好啊，阿秀，你是安怎先？无啊，我只是突然间感觉心跳一下无爽快尔。哦。阿秀啊，你敢袂记哩咱昨讲话内容是啥物？李宏柱，咱逐工拢讲遐尼济话。阿秀，那会记哩咱常讲啥物啊？海啊，今日我为用看啥物？你是讲阿秀迄条文也必须好灵，叫我发现啊？我袂当确定。要毋过是安怎伊要问阿秀的话，是等阿雄阿秀文天劈嘴以后？嗯，不要紧。咱去看卖啊！我最近吼，伊嘛敢若是咧怀疑，伊嘛无确定咧。吼，希望阿秀会当冷静应付。阿秀，本房处长问你，啥时候来我的府内？你敢袂记哩？你是安怎回答的？我讲，因为我介意李宏柱啊。那呢，恁叔兄敢知影你来遮？伊知影。那呢，恁叔兄敢赞成你来遮？伊当然嘛无赞成啊！我即个回去哦，佮因为李宏柱的代志，佮伊冤家嘞。那恁恁叔兄敢赞成你来遮？伊当然嘛无赞成啊！我即个回去哦，佮因为李宏柱的代志，佮伊冤家嘞。阿秀啊，那呢？你敢要佮介意恁叔兄？我以前真介意，啊，不过即马当然嘛无介意啊。你是安怎？我讲过，因为我发现李宏柱才是真正的查某囝。阿秀，啊，恁叔也敢捌讲过，伊要娶你？无。是安怎？因为也无介意我。阿秀，我会记得哦。你是讲恁的师父替恁两个人算出来，讲恁这世人是有缘无分？是啊，嘛是因为阮师兄知阮两个人有缘无分啊。阿秀，阿秀啊，这敢是恁师兄甲你讲的？啊，伊甲我讲是甚么款的原因？无啊，想要想哪一门啊？
祖，啊，恁今仔是安怎？一直问我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敢讲李红祖无相信我？我叔讲李红祖若是无相信我，那恁也想走就是啊。哎，阿秀，你先莫走，是因为你头拄仔讲你人无爽快，我是为了关心你，唔才问你。多谢少爷关心。你唔免客气，你若是安尼就回去。老朋友廖尊公，就我甲李红祖对你太歹，安尼我唔是真冤咯。走。看起来是闻天鼻水，也不容易发现。阿弥陀佛。陈万啊，兄弟，阿秀站久嘛忝啊，你先回到等下房间休困，等下就要吃饭啊。是。那呢，我就先回去啦。阿秀，等下本皇子一定去找你。我等你，李皇子。阿父，你敢不只是确定，就是这条破链？无唔对，我确定，就是这条破链有问题。而且，阿秀怎讲呢？关于老皮文，还佮因阿娘的秘密，伊今仔日是一点仔拢唔肯透露，所以我已经断定，这条破链有压制孟心龙的作用。要不我感觉真奇怪，王阿秀一直伫咱的府内。而且还有存万伫咧监视，老皮阮是要用什么方法甲伊联络？我想，关键嘛是伫咧这条破链的顶面。阿虎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老皮阮利用这条破链联络王阿秀，甚至是监视他？对。这是可能料想袂到。阿虎。心机妙算，心思缜密。要若无宋丽干嘛吼，咱会互伊看了了呢。老皮文，你敢用这种步数来设计我？我绝对互你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陈万，我有一点仔忝嘛，想要休困一下，才无你的代志啊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苏雅，苏雅，你敢有看到我？你敢有听到我在讲话？阿秀，我看到你啊！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什么代志啦，你放心。只是昨四姑娘感觉这条文天笔嘴无好看，硬要把我绑来，所以我唔才无法度跟你联络。好佳哉哦，欧伟勇今日佫幸福我。阿秀，欧伟勇伊竟然甲文天笔做行李，我担心已经对文天笔做起疑心，你紧找一个理由倒来。孙兄，其实我嘛有感觉有淡薄仔怪怪，啊，不过因为新婚娘娘即马对我足好诶，甲我当作亲生查某囝共款，所以你给我几工诶时间，无一定会当对新婚娘娘欣赏哦，查出你娘娘甲新郎公娘是。阿秀，你还是袂当大意。虽然即马文天笔嘴伫你身躯边，我会当看到你诶一举一动。也无对欧伟勇甲朱松这两个人，你也较小心诶。我还是袂放心，互你一人冒险。孙兄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拜托你，多给我几工诶时间嘛。我保证，等我若查到消息咯，我一定马上转去。好啦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就莫勉强你。也毋过你爱注意，若是有啥物唔对诶所在，你爱马上转来。啊，搁有文天笔嘴绝对袂当离开你诶身躯边，伊当帮助你压制你身上诶法术。啊，搁有你中着诶是孟心洛，只要你莫看朱松诶目睭，你诶心智都袂互伊控制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大哥叔。阿秀，你伫遐保重。你嘛是啊，叔呀。什么代志？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小心完成任务，赶紧回来你的身躯边。我知。马大卡人在什么所在？讲。娘娘，你杜明想要迄间的新房。唔对，我若是即马就入去将马大卡抬死，强加代志拖顶惊啥，会引起朱元璋的怀疑。那你对娘娘处境更加危险。垃圾会，对啊，我想也无想到，会对我这撮来红甲师目的，只是要点么红甲师制造一寡事端，将高斌引出国师府，调来红甲师利益，我何必来这么麻烦？嗯，我不如就用这垃圾会。我日子愈来愈近啦，只要胡贵妃派人引开高斌，咱的计划就会当开始进行啦。阿胡的计划若是当成功，唔但会当顺利得到王阿秀的留枪点查，也阁会当除掉你眼中钉、刘碧温，真实是一举两得。启禀少爷，杨主，大公主去见。请你进来。是。哦，吴洪兄，哪会这么紧就来啊？当年这台土，伊认为应该得到的利益。不过我是先撇一下，卡免我伫遮，阮大兄啥物话都唔敢讲。听我提你。龙主，请。大龙主。今仔日啥物风，将你这位贵人吹来？将爷，你这话就免啦。咱也是伫这将话讲白啊。我今仔日来找你，是想要问你，等过会记进前你答应我的代志。会记啊，当然会记。不用，你要我卖阮厝地，属于烟雾分居的代志，我已经做啊。即马我甲我四弟兄弟之情，嘛已经做了。你答应本公主，要向我父王推荐。由我来掌管宾馆的代志，是安怎到即马，拢不见你有所行动。大皇子，这都是你的唔对。宾馆依靠是大事，咱必须要做甲水开，互人袂发觉。大皇子，你千万唔通心急，因为四皇子即摆烟雾军机，所以大皇子带兵去找你通电交代志，已经发生了。我若是即马随用皇上建议。讲要将兵权交你来掌控，你想有心人会安怎看这件代志？到时阵，若是大皇子想要夺权的代志，予人发现，迄才是有人开始起疑心。若是安尼，你想要掌控麒麟军的代志，恐怕就更加困难了。那你本子嘛，应该要安怎做？一个字，等。只要你肯等，我保证。兵权早晚也是你的。好，上爷你讲的嘛句有道理。本公主就是耐心等候。大皇子请放心，只要时间若到，我保证你绝对会当做麒麟军的大统帅。等你上好，无论安怎，希望上爷谨记，
你家己对本公子的心的。这是当然的。所以兄弟，你的机变怎行啊？马上提早甲本公子讲，安尼本公子嘛当好先做准备。是，真够是。江上大王子。阿武，你应该是袂依劣心咯，真是甲兵权交阮大兄。承诺？什么承诺？我乃袂记什么承诺。阿虎不愧是阿虎，真实是避免唔免惊死神。宋丽，既然是在朝为官，都爱会晓。不管是讲过什么话，或者是答应什么代志，都爱为躲兵入去，假兵出去，千万唔通留点咩头壳来增加家己的负担。妹妹，这步我教你。讲了好，我讲了真妙。是讲有一件代志，我真是想无。咱这卖已经完全将阿王阿秀，是安怎阿虎你阁无爱行动的？这件代志，即马拢伫阿虎的计算之中。我要利用王阿秀，反制老票阮的反间之计。只要何彪彼边准备好，咱就能开始行动。娘娘，代志办得安怎？无辜到娘娘的使命，任务拢完成啊。你安怎做？我夜探红角时，本来是想讲要把马大脚杀了死，也毋过后来就想，马大脚若死，消息就传恁到京城，我是惊讲会去连累到娘娘你，所以我才放火烧红角时。一来，我是要制止动乱，引起高斌的注意力，坑红角时；二来，伊毋则会怀疑讲这是娘娘你做的。真好，真好，秋桂。这件代志你做甲真好，为着娘娘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